这人干啥来了？我没看懂。来呀、啊！来蹲一波呀！那就打一会儿来。为何而战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为谁而战。哎，他！妈的，整个瞎子出来！哎呦我天，真是烦死了！这瞎子不打野。哎呀，我都跟你说了，那边有人，是不是瞎呀，大哥呀？咱不是瞎子吧？对面是瞎子，你不能是瞎子吧？这也太他妈瞎了，这那都眼儿都看着了，还能看不见人家在那要打你的野？一点你马呢？点什么玩意儿了呢？还点我，操了！还他妈跑过来点我！你给你惯的，真是的，这我受不了啊！他妈反咬一口，这能行吗？纯是个瞎逼，真的。火镜回合，与我的名字一道，葬在了墓中。那眼儿给他放好，眼瞅着这边有人。还有十秒钟开奖啊！谢谢猴哥小粉肠。恭喜老娜法号中奖！你先往后点，把他们拖出来。那就杀这拉克斯啊！哎呀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多点一下，就是很不能理解。然后就一直推线儿。哎，我跟你们打个下路，真是，要不你就自己玩得了。要我说，你要不想配合我，咱要不你就自己玩。你说这有什么好推的呢？你别 A 兵，你把他们放出来，这拉克斯没有多少血了，就杀他了呗。你说，我不管了，我跑去中路去了。我是真是受不了这人，太令人难受了。跟他说一过来蹲一波，也不蹲，哎，跑去给人打野去，打野呢也还让人给抢了，真难受。我不能上了，跳走。踩住，插一刀。盖棺才能论定。没事，他没有闪。你走来。这我管不了了啊，这没办法了，尽力了。
其实早已存在于他们内心。尽力而为，去中路赶上这个蓝枪的。我往中走来，线儿我就不给你推了。他打不过我，你去把蟹打了吧。把他杀了，来先 A 一下螃蟹啊，你跳上去啊，挡一下，我死了，没办法，蓝枪来了，来个闪速海，再去中路赶开一波，帮着元素女皇再搞一波。好，他把 E 交了。踩住 ，Nice。我来个车，拉克斯没有闪啊，这波我们不出现。螳螂没在，我给你个渣，我们就在中路待着，蓝枪搁这儿，我们就杀蓝枪，拉克斯来了我们就直接跳拉克斯，杀这个，有加血没有？我来，我杀了，踩住，扎一刀，没事，蓝枪来了才不一定能打得过我们俩，不一定，稍微往后串一串啊，我看看这蓝枪在没在，没在就算了，我给你一毛，我让你装回家，先来个幽梦，
这上路很容易死，你知道吧？凯南可以杀，别急啊，看一眼。哎呀，这波点盐没整出来，有点难受啊。他们家蓝枪应该来了，杀我啊，小伙子，差点意思。追不追？我踩着他。剩下的我管不了了，我只能踩他一脚，这是最多的了，我走了。凯南可以赶克一波，我们飞上去，下路 AD 先不杀了，我们飞上路。往后飞，先踩住，扎一刀，别急，能杀。A， 接个戳，接平 A， 我帮你把这车给你补了，剩下你自己玩。中单怎么回事？那么我们变成中单，看看下路有没有眼儿。就一个卡莎吗？拉克斯七级不放大，那我们走了。这潘森这个皮肤黑色的脑袋呀，我发现了。这是进煤坑了呀，这是挺黑呀。哎呀，中路塔要没了。这蛤蟆偷懒，偷懒挺烦人啊。可以飞这波，小炮死的有点快呀，这我扎真菜呀。
这卡莎怎么回事？瞎子搁后边呢？为什么这么不怕死啊？这？啊？这为啥这么不怕死啊？回家了。再背负恐惧，一定还能走得更远。我来个小黑切吧，正好我们全 AD 阵容，来个黑切。我要在天界刻下属于我的伤痕。哎呦，这小炮有点惨啊，我们上去试试看。这波这里可能有眼儿。凯南没有金身，哎，中单过来，来直接强杀的。我曾一落千丈，你可再度攀登。这跑的有点快呀，这。不要墨迹，杀就赶紧杀，知道吧？别墨迹。我并不甘心，只是一心超越。还好这蓝枪不知道我有没有意义，你知道吗？他一个大我就死了。长枪所向，一往无前。这波我们预判不行，推中，我就不飞了，我这飞容易死。我们现在是1000块钱啊，这要是死了可就难受了，这一定是不能死的。这所有的力量其实早已存在于他们内心。他们去打峡谷去了，我们往中路插个眼啊，看一下对面的动向，在这等。你还往里头走？哎，你这么不怕死啊？他们从天空中看到的是战争，但在大地上的所见只有杀戮。飞一会儿，这是……哎，为什么我 W 技能被打断了吗？啊，我 W 小兵了，我操，不对呀，这怎么能 W 小兵了呢？哎呀，这家伙，这 W 小兵，没事，我们打赢了就行了。哎，怎么能 W 小兵？我摁的拉克斯啊，我这都 W 都能被打断了，我这不能啊，这怎么回事呢？一看 W 小兵了。1000块是谁的呀？法外狂徒的呀。哎呀，法外狂徒有点肥了呀，这下来看看能不能杀个 ADC 啊。有点痛啊，这不黑切的，星辰遥不可及。于是我握起长枪，瞄准天际。
我这紧着杀呀，真的，我基本上我是去哪杀哪，你知道吧？我就这么杀，俺们家还24-22呢，我都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。这家伙这蓝枪，这蓝枪有点猛啊！完了，对面打大龙去了。没踩住，哎呀！在空中不能给他直接空中拦截吗？这斗盾越级，这也不行啊！没给他空中拦下来呀、啊。我点了，但是他没出来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可以，那可能是他如果踢到我们就不行了，他如果踢到是别人好像是可以。算了，死一波死一波。哎，可以啊。先踩拉克斯，戳一刀，给个扎减速，踩住，闪现走，这家给我控到死。哎呦，这么难打吗？看来我得踩他们家凯南啊，或者是蓝枪也行。大龙，我操！他们家打龙打得这么快呀！可以打呀、啊！叮，叮不出来，给我晕死了。哎，可以，小炮还能追不？拉克斯，完了，蓝枪这蓄区太他妈高了。牛格瑞来了，牛格瑞，谁是牛格瑞？搁哪呢？牛格瑞 ，AD 能杀，直接飞他。踩住，戳一刀。知道在听见自己的心跳，知道你还活着。我们这盯啊，盯了这么长时间都没盯出来呀，插手盯。
下波把他盯出来，这里头肯定是有眼儿，百分之百有眼儿啊！对面 ADC 死了，俺们五个打四个都不敢打，真的五个打四个都打不过，属实是不讲道理。哎呀，这么难打吗，兄弟们？对面 ADC 都死了，这是。别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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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打！这蓝枪太吓人了。分析一手蓝枪在哪回城，往这跳来。今天必须得杀他！哎呦，烦死了，这都没打死啊！哎呀，太能跑了，还有个跳弹，两条龙。二九十八，辅助带崩队友。哎呀，哎呦，我鱿鱼这边虚区还行，这也没伤害呀。这个英雄吧，他后期有点乏力，你知道吗？这玩意儿能往后打，不是那么很厉害。飞起来费点劲，干嘛？大漠荒原，离家而去。